这边是八百橙色。你看美容集，我们饭店楼下就有啊，金料理。真的啊？对啊，这个是八坂神社。那你说美容集在哪里啊？饭店楼下啊。你说同一家饭店吗？还是没有？对啊，同一家饭店啊。他今天没有他，你说他的马斯里是什么？六月底啊？可能七月吧，现在不是就六月底吗？哎呦，我是不给我的。还冷啊。我刚刚这个车也坐了够久了。太慢了，他开得太慢，而且又几乎没暂停了。不是，他就是没有人。哎，有时候他不是也不是在等红绿灯，他为什么停在那边？好像时间没到，有可能吧，也不能。哦，怎样？今天真的没吃午餐呢，好帅。有，我们等一下去吃。有，我们都有去吃。这边有很多超有名的。真的吗？一样吗？有。怎么都没人啊？你看有。